首先要谢谢我们南投市非常多的好朋友对我们市公所的支持。前一阵子呢，我们南投市的对我们的市政满意度啊、还有青年度以及我们的工作效率呢，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问卷调查，也就是民调。那么很谢谢，在我们的为民服务的满意度上呢，我们高达90%的民众是给予我们肯定，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行政效率非常的满意。那当然，我们的青年度以及我们的施政成果呢，大家也给予很高的评价。但是我在说，没有100分的市公所，只有进步在进步的市公所。所以在为民服务上，在提高行政效率上，以及我们的我们公所同仁的青年度上呢，我们都是要继续持续跟努力的目标。那么城市执行的工程呢，预计明年度开始施工。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茂洛溪的工程，因为茂洛溪呢，要希望要将它变成有点像东山河的这种状况啊，将它让有清水性的这种状况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市区的所有的大牌，因为最近呢，大牌的这个议题提出来非常多。那么县政府也希望将我们南投的所有的大牌变成清水性的一个大牌，也就是说打造一个我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南投市，也就是说非常自然非常优美的一个环境。那么当然这个东西要谢谢县政府给我们南投市的一个建设，我相信我们市公所也会配合它，让我们的南投更好更进步，让我们的南投呢更美丽。Thank you.